你好，队长好，我是 S 兵组合成员刘野。大家好，我是 S 兵。这个是 idol 是吧？哦，这是男团。我今天带来一段赫尔本自己的编舞，然后希望你能喜欢。长得挺帅，来吧。准备吗？还有其他擅长的吗？待定。哎呦，待定，我先待定一下。那我再跳一段吧。我不要音乐，我轻跳。啊？瓦特？心中有曲自然嗨。就你不想 freestyle？ 啊，我不要音乐。我就当时脑子都空掉了，就真的没有准备好，而且跳编舞的很难去就是 freestyle， 就所以我就说我不要音乐，然后我自己 solo 一段。好，你跳。哎呦，是编舞啊，自带节奏，乱跳吗？没有音乐，叫这就是街舞啊！先有的音乐，才有的舞蹈。只有动作，你感觉像在做广播体操一样。没有音乐，我其实还觉得还可以，因为我自己心里有拍子，看起来更干脆利落，就不会拖拉。选谁都行，千万别选什么 idol 什么的占我们的位置。啊！跳一段这个就给了，想不透吧？想不到吧？他喜欢 idol， 有亲切感。他其实形象真的不错，而且他的腿跟动作。很协调，也挺有魅力，挺有一点 idol 的感觉呢。我觉得这样不合乎程序了，就对不起这个名字，这就是街舞。下一位，哇，木乃伊来啦！木乃伊对了，你好。那真的很恐怖，太吓人了，你们。我在现场，我吓得太晕了，你知道吗？
看了晚上会做噩梦啊。对，这是谁呀？靠，这是干嘛？长得还挺帅，非得把脸给挡了。哦，就是因为整体吧。我录一个节目，一个木乃伊在我面前跳了一支奇怪的舞蹈。但是我是所有人最唯一的，没有人敢上来跟我比这个，没有人敢上来跟我比这个。我看完之后我就感觉没有同桌风格了。哎哎，什么情况？他怎么上去了？他也是这种吗？那女的干嘛去啊？你好，我也跳软骨。哦，掰手啊。她真的很漂亮，她长得有点像 Magic Q。你是中国人吗？中德混血，去年来中国的。中德混血。对对对对。我说的我那么漂亮。突然杀出个美女出来，对不对？那都会有点，注意力会突然一下转掉的。其实我当然相对来说是吃亏的。他就看了我，然后就不敢看了，然后我感觉他脸红了，害羞了。当威士忌喝完之后掉光 ，I got the sweat， 你迷上了我吗 ，baby？ 酒杯里面仿佛倒出了之后，做点什么？其实我什么都不缺，只要你要，只要我有，无所谓。你可以带走这一切，可以带走这一切。但是拜托，可不可以不要再去碰到我的底线，让我的心支离破碎。Let me tell you how I do it.发生了什么 ？What？ 他想什么？这就给了？直接自己抢毛巾还行？这不行，这还得抢呢。他给了那个女神。但我他上来，其实我感觉他是靠性感拿毛巾的，对不对？他并不是靠说比我的技术更难啊，或什么的。不是。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拿这条毛巾，有点不公正。就是你莫名其妙上去拿到毛巾，当然不服气啊，肯定不服气啊。长得好不好看可能是一部分，但是很多人他们就很容易嫉妒别人，因为别人在走他们想走的路线，别人在做他们想做的东西。他知道怎么利用自己的特长，他可能跳舞没有那些人跳得好，但是他可能用其他的方面弥补了他跳舞没有别人好的这一方面，这是他的优点，所以我选择他。他也很有魅力，我不光是看他的脸。他为
为什么要给他呀？没懂这个姑娘是怎么进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有问题。他不会跳舞。我可以再请 battle 吗？来 battle 来，谁要来？哪个女孩要来？来，觉得自己性感跳得好了，全上来来。最刺激！他把这个毛巾拿走干什么？那我也去抢一条，我抢十条挂在脖子上，我是不是占十个名额？我在场上，我有不服气的东西，我就要在这个现场和他来一场 battle。我觉得他的舞蹈的基本功没有那么的强，我就想去 Q 他。看来我引起了很大的公愤。来了。我觉得其实大家跳的真的挺好的，我可能我有时候自己很专注我自己喜欢的一个，因为我看的其实不光是舞蹈，我觉得每一个观众或者是舞者眼睛都是亮的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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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好，你好。觉得女生腿粗腰不细也没有关系。嗯，我想请那位女生上台和她来一次。我 OK， 你想你可以去问一下她的意见。好，来美女来。